不会给您送剩饭的啊，没有剩饭，你们这每顿餐都是每天新做的饭啊。要是有味儿，如果说真的有味儿，您就留下啊。怎么每次都是你们615、616的饭有味儿，有问题呢？谁的饭有味儿，留下留下啊。没有味儿的您就吃啊，没有味儿的您就吃，别跟掺和。你的饭有味儿了是吧？对，我这饭有味儿。哎，要叫你这一说呀，怎么好像我们都成心找事儿一样？那我们没事儿，谁说他呀？这么多天了，我们也没遇着过。你看，你们不信，回来我就给你放门口，你们自己闻闻这饭有味儿没味儿。我跟您说，这个饭没有一次给他不敢给送每天剩的饭，知道吗？每天他都得新做，肯定这个饭。不可能是剩饭，您知道吗？您说不，您不说您那是剩饭吗？那你说，那不是剩饭，怎么会有味儿呢？那新的饭肯定没味儿啊。还不说，您翻翻您的每天的聊天群都谁说话？您看看，我跟您说，我保证他肯定不敢给您，不敢给咱剩吃剩饭，您知道吗？他这个事儿肯定是绝对他不敢给送，因为他吃送3、4千口的人的饭呢，送馊了、送坏了，他敢给吃吗？他保得住吗？他呀？你看我们这两份饭的这样子，你看我这一份儿，就是看着散了呱唧的这份儿，你看孩子吃的那份儿，就是那种特别紧实，一看就像是那新蒸的米饭盛里的，你自己看的。要不然你别说让我留着，你现在你们就派上来人闻来，看看是我找事儿还是这个饭它就是有味儿，别回放到明天说是放坏的。您这饭是剩饭是吗？那你给我解释一下。那你解释一下，如果不是说剩下的饭，它怎么新蒸的饭怎么会有这个馊味儿？我说的剩饭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很有可能是中午剩的饭。那你说咱在家里头，如果说咱中午剩了饭，你晚上就不吃了吗？对吗？我说的是这意思。你说我就说了这剩饭，你说不是剩饭，它怎么会就有这馊味儿呢？我跟您说，我没说这个饭没味儿，知道吗？我说您那肯定不是剩饭，他不敢给咱送剩饭。咱在家也是，那谁家蒸完饭就够这一顿吃的，咱不都得剩下，然后下一顿吃吗？我想，也许他就是中午剩下的这饭了，他没保存好，他是会不会是晚上又给放里边了？要不然你就让人上来闻这个饭来，看看是这饭是不是有味儿，你别拖到明天，拖到明天放这一宿，万一坏了呢？不是馊味儿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这问题也研究了好几天了。他有的时候他这餐盒的问题，知道吗？咱这新蒸的米饭捂的这餐盒就有一股子那个味儿。我们也经常遇到这事儿，我们也反映好几次了。他绝对不敢给咱吃剩饭，您知道吗？饭出了味儿，这又说餐盒的问题了。那餐盒要有问题，那吃了饭我们都要要死我们了，这不等于下毒吗？190份饭，您说可能就单单给您那一份馊的饭吗？您要馊，他那馊饭掺在热饭里，他也热饭不也是馊的吗？行，你别说这个了，我把这饭放门口桌子上来，你们。放，我把它放门口桌上，你们乐意上来人，你上来人闻闻这饭了，有味儿没味儿？说这么多不也没用吗？不也解决不了问题吗？大不了这饭我不就不吃吗？您别跟我说了，这个事儿我也解决不了了。您还是该找谁解决找谁解决吧，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。你说我们事儿多，那前两天那粥有味儿是我们说的吗？因为我们不喝，所以我也不粘鱼了。但是这是饭呢，我压根儿一开始都没跟你说，我是在群里问问大伙儿的饭有没有味儿，我是好心提醒，怎么到你那儿就成了我事儿多了呢？615、616都有名了，都让你点名事儿多了，说我们事儿多，那我们就闭嘴当哑巴吧，谁爱吃谁吃，吃死一个算一个，不出人命反正是没事儿。行了行了，你快别说话了，咱俩本来事儿都多呀，咱俩成了都典型了。
咱都快老实念着吧，该都吃不吃得了都吃，吃不了咱都饿着吧。